这个就是合毛机，合毛机你和原料放在一起，羊毛放在一起，然后合毛机的旁边你放开松机，你放开松机，然后合毛机混好毛以后，然后来到这个纺纱车间。这个就是梳毛机，你看梳毛机可以靠墙，梳毛机可以靠墙。然后我让你挖那个长的地沟，就在这个梳毛机的正下方。然后你把剩下的机器放在梳毛机的旁边就可以了，类似于这个就好比是你们的583。梳毛机和墙面留出来将近2米的距离就可以了，就这个距离就可以。你看这个梳毛机下边是空的，这就是我让你们挖那个地沟。这个就是摇沙机，你跟583放在一起就可以了。你的槽桶和并线也跟583放在一起就可以了。